啊，左边很漂亮。在瑞士啊，就看看到很多这样的湖光山色。那很多的城镇呢，都是沿着这个湖边，好，有一点腹地就盖盖盖哦。因为瑞士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啦，所以你会看到瑞士的很多的房子啊，都会盖在那种山丘上哦，山腰上这样子。 吃，看看，虾子炒饭，虾仁炒饭。